我而家开门见山同你讲，请你将幅画交翻嚟，一定如数奉上。简单到极啦，能够付得起50000人去纸幅油画嘅人，呢个断唔会系贼嚟嘅。就算佢系贼啊，佢亦都冇咁傻啊，为咗一幅咁冇特殊价值嘅油画，而冇咁大嘅生命危险，你话系咪咧？好，我老实讲俾你听，我的确唔系一个普通嘅贼，我亦唔知道乜嘢理由，我只知道奉。 Okay.